边打字边笑，他的第一反应就是，哎，是哪个小妖精让我男朋友产生了愉悦啊？然后他会就把头凑过来，啊，谁呀？啊，我说怎么，你是觉得我跟我爸之间有点什么啊？就在他这儿啊，对他忠诚就是发微信不能笑，这是我第一次体验到什么叫忠孝不能两全。